1989年4月22号，北京有三名学生跪喺人民大会堂前面，要求同领导人对话，其中之一系吴以开熙。多党政治是第一条，然后新闻自由是第二条，这两条，包括在1989年的时候，我们提出来所谓跟政府的对话、公开、平等、直接对话，也都是这么一个思路。我们认为我们提出来的要求是合理的，要求摘掉多党的帽子。这过去十年每一年都有记者曾经问过我问题，说如果沃尔凯西再给你机会再来一次，你会不会再做？刚出来的时候的回答非常坚定，非常果断，说会，还会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十年过去以后就没那么果断了，就会非常犹豫了。今天是邓丽君的逝世的纪念日，我是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成长在斗争环境之中的大陆的年轻人，像我们这一代人，只会好勇斗狠，没有一种所谓温情的东西，真的可以用狼骸来形容。然而，邓丽君的歌慢慢的让我们重新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温情，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爱情。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对，我不会后悔。这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后悔，只是对于死这么多人，付出这么大的一个代价，如果要是早早知道会有这样的一个代价，哪怕做的事情是再对的、再正确的、再从理性的角度来讲的话，计算都是很值得的。是从人的感性的角度、从人性的角度去想，说要死人，你就没有办法再去用计算的来说值得不值得。89年这样的一个屠杀的一个结果，结束，我们不应该对死这个屠杀承担任何责任，所有的责任都在政府这边。到今天我也坚持这一点，但是对于没有能够成功的避免屠杀，没有能够成功的避免以这么血腥的一个结果，我们即使没有理论上的责任，即使没有法律上的责任，我们也有良心上的责任。从89年出来就是迷失了自己，刚出来就是迷失了。我们是一场战败了的战斗战士，我们是打了个败仗的战士，而且是逃亡的。但是我从到香港开始，到海到法国，都是被当英雄一样的欢迎。而我只有21岁，而且我被寄予的期望当时是能够被寄予很沉重的责任和希望，被鲜花和掌声、被 camera、 被所有这些东西，就觉得忘记了我们刚刚打了一场败仗，就觉得好像我们真的有力。我们在海外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我们现在扮演的甚至连配角都不是，很可能是属于我们讲说踢足球叫做板凳球员，我们是坐在那里等着上场而已，等着要做后备军，要做后援会。那么那在这个期间认认真真扮演好这样的一个角色，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学习，好好的了解民主社会的很核心的东西，
像在这里体会人生的价，生命的价值，这样的一种体会本身其实是大的命运之中的一部分。卢四清，八九学运期间是湖南省的学生领袖，六四之后被拘留一年，最后没有判刑，他被学校开除，又分配不到工作，唯有南下到深圳谋生，期间一路收集在狱中的政治反资料，因为这样93年被捕，在保外就医期间偷走，最后偷到来了香港，想为那些仍然坐监的人做点工作。来香港之后呢，运作这些文物信息中心都很困难，但一直是有这些想法，是能住帮啲，尤其不是有名的这些文物人士，包括六四的一些活动了，所以现在是对他们各个人都通过这些传呼机咯、email 啊，同埋电话咯、fax 啊，俾我哋，我哋咧就收到之后咧就发翻俾嗰啲新闻界。新闻界最主要就都是通过四个电台广播，翻系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啊、BBC 啊，佢哋四个电台系中国大陆咧有5000万嗰啲听众。八九六四过咗之后，而家仍然有2000多人系坐监嘅，坐紧监嘅。原来佢哋都以为坐咗2-3年，佢就发翻出嚟嘅。但系而家系太咧，好多人都好费心咯，做咗10年啦，而家都未发翻出嚟，有啲18年嘅、20年嘅。所以呢报道之后咧，要通过佢家人啊，佢探监时话俾佢哋知，佢哋就心理上嚟讲就有一个好大鼓舞作用咯。对嗰啲工人嚟讲，佢都未做过啲咩，其实都跟住我哋游行啦、示威。而家你睇嗰啲判坐监好重嘅，全部啲工人咯。所以我哋有时都有啲内疚讲，系要为佢做翻啲嘢咯。呢啲人嚟讲，嗰、那个确实系好惨咯，好惨啦。有啲坐咗10年监，从来未得到海外一分钱资助，同埋从来冇人。在报纸上面睇到佢嘅名字，系帮助嗰佢咯。97年有啲好多人都帮我哋，等回归之后咧，全部走晒啦。所以而家嚟讲，就系一个人喺呢度。唐柏桥1989年带领湖南省学生参加学运，六四之后被判刑3年，坐监坐了年几，得到提早释放。同好多学生领袖一样，出狱之后继续唔到学业，落咗广东省帮一个喺监狱认识嘅朋友打工。你要是从来不参与这个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啊，没有问题。所以你只要一参与政治活动，他马上就知道你这个人还。他就把你作为一个监控对象，监控对象，所谓监控对象，他就要怎么样做呢？就说一般来说，第一就是跟踪你，第二就是说让你所有的工作的单位是吧，就是辞掉你。唐柏桥因为发起地下组织，结果引起政府注视，通知他的家人，如果3日内不回乡就通缉他。唐柏桥最后偷渡到香港，92年到美国。刚开始来的时候还出租车啊，干其他的事情啊，但经过这个像出租车这种事情做完以后，我就感觉到美国社会就比较了解了。了解以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去想有新的发展嘛，所以就去开始做股票投资啊。那个因为当时对我觉得这个行业比较适合我，那个时候根本还很难花很多时间跟精力来这个从事这些民营活动、社会活动。因为自顾不暇，连吃饭都解决不了。96年我太太毕业，我差不多是96年年底开始跳出来，就是开始从事民营活动，很多很多民营活动。我现在所有的情感就是除了我的太太是吧，然后我在远方大陆的亲人，然后就是民运，就是中国的民主运动。唐柏桥是六四10周年纪念活动的联络人，
一班海外民运人士选了四位六四事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丁子霖是八九的死难者的母亲，他的儿子是一个中学生，所以他就死在了这个天安门广场。他这种不屈的精神啊，就是这种勇敢精神，他因为十年了，他一直在协助其他的死难者的母亲。王有才被判了三年以后，然后回到浙江去以后，从去年是吧，他又筹备了中国民主党，他又判了十一年。阿红，这个是化名，他的真名不是这个。八九年以后是吧，他这个出于这个见义勇为的那种心态啊，一种这个作为公民的良知啊，他就协助柴林跟冯东德。于东岳就是毛泽东八九年啊，有三个人啊，把那个鸡蛋用颜料就扔到这个毛泽东像，其中一个人判无期，另外一个人是二十年，还有一个是十六年。我们选他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把他当成了这一场运动中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被忽视的主体，就是工人跟市民。这个运动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棱角就是一个就出来了。然后这个运动的棱角出来以后，而且这个运动从八九年到九九年这十年，政府是怎么对待这个运动的时候，也出来了。学生对话代表团与政府的直接对话，他们那个男女同学那个对已经正在对话。我前面差不多十几米的地方有个后生仔，我想都是跟我们一样是学生的，那他就好像突然之间就碌在地下，那当时我就跟其他几个同学即刻就抬起他，就希望是救他去那个广场的救护中心那里。咁但系我一边抬佢嗰时候，我抬住佢嘅头，我嘅脚、我嘅身上面居然都已经全部系佢嘅血。咁我又唔知道那个血从边度嚟，咁反咗身先发觉佢嘅后边吓，原来有一个好大嘅窿，就即系中咗枪之后一直系流血。喺六四之后，我逃亡嗰段时间。有機會聽到外國的福音電台那個全福音的節目，當時我非常之抗拒，因為我覺得話，如果這個神存在的話，如果有神的話，他為什麼會讓這一件事在中國發生？如果有神的話，這個青年他倒在槍彈底下的時候，這個神在哪裡？情真因为六四逃亡到香港而认识了她的丈夫，她没想过自己最终走上信仰之路都跟六四有关。她来到美国之后听到一个教友的见证故事。当时六四发生之后，六月五号 BBC 广播电台就放了一段新闻，其中就是一个女仔在那里讲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向全世界的人呼吁说要对共产党制裁。咁当佢睇到呢段新闻嘅时候，虽然佢唔识得呢个女仔，但係佢心入面就好为佢担心，因为佢觉得係咁嘅情况仲讲呢啲咁嘅说话会令到佢好大嘅危险当中。所以佢就想为佢祈祷，好简单一句说话，神啊你救佢。咁佢祈祷咗半年，一路都冇忘记到。咁直到嗰一年嘅最后一日个晚上，佢突然之间见到我，因为嗰个女仔就系我。佢见到我，佢就觉得佢即刻眼泪就流落嚟。佢话神系听祷告嘅神。咁当佢呢个故事讲咗俾我听之后，
我先发觉其实我之前我曾经有问过话，若果呢个神存在，佢点解唔听嗰啲善良嘅人嘅呼喊？喺呢度我已经有咗答案。我哋当时系出于一种嘅善意，系为咗呢个国家，而且呢啲牺牲嘅人当中，我唔可以完全剔呢个责任，就系因为佢哋其实系为咗中国有一种嘅献身嘅精神。佢唔系话系无知嘅情况之下系做呢啲决定。其实若果系咁样讲，真系贬低咗佢哋作出嘅牺牲，我就唔会再停止于系对自己嘅自责嗰度，可以走翻出嚟，系重新去即系投入呢个民主运动当中。在中国不单止是民运人士被压迫，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同样是受到很大的压迫，那我就将这些我所知道的希望是带回美国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是给他们看到其实自由是几咁重要。如果没有这样东西，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在中国都会受到压迫。在整个的运动当中呢，我们不知不觉其实是犯了不少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呢就是我们一些的人性的表现来的。虽然是看上去很小一些的权利当中，他都会因为这种的权利的吸引那种就会令到他失去了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个机会的。譬如说学生去到最后即是是不是应该撤出广场呢？有些人坚持咁坚持的最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有些时候我都不是很 sure， 不是很清楚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咁再想回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做出很多的努力，是希望避免这种的牺牲的，但是最后没办法做到。人那种的即是坚持己见啊，不肯妥协那种的状况就在学生当中出现了。我会觉得这个是很正常很自然而然会有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即是警醒啊。在那个桥上可以整个看到十里长安街。当时整个十里长安街满满的全是人，全是红色的旗帜，就像人和旗帜的海洋一样。我觉得那个场景给我印象非常深。就当我一想起六四，我第一个就想起那个场景，而且在我心中它就是实际上是八九精神那种表现，就是那种群众的那种理想主义的热情，老百姓对中国走向一个民主的那种期待，就表现在这种气氛之中了。 OK， thank you。 现在开始了吗？没开始。刚才我在这听到满耳的全是王丹王丹王丹，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麻烦了。我一直是希望不要这样，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为我个人想的话，就是实际上很多人一成名之后马上媒体就高度的关注，反倒容易使他在这种高度的关注下轻飘飘，然后会犯一些错误。把这么多的希望压在我的身上，对我来说说实在也不是很公平，反倒会使我有负面的那个作用，这是一。第二一个呢，就是本身这种形式就是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我觉得也不是一种成熟的对民运的这种态度。就是民运应该是大家自己大家的事情，每一个人做的事情。有这么多人看着你，说点话你就不能犯错误了。而我一直觉得犯错误是人生一种美丽，结果我现在欣赏不了这种美丽了。拍别镜头没法用啊，你用到那儿。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天民一代，是长在改革开放这个环境内。我们的父母可能是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我们这一代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对政府没有那种天生的仇恨。而八九年学生为什么走上街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寄希望于政府。当天的时候，6月4号、3号的时候，我知道已经开枪的时候，那很多记者问说你是什么感想。其实我也不悲伤，我也不愤怒，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完全是一片空白。我想六四给我最大的一个教训应该说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权力是值得警惕的，任何权力不管它表现出来是多么的好都应该对它保持警惕，因为多好的权力也可能会一夜之间就变成坏的。
这个我们从六四中已经看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当年我们当学生运动转变成政治运动的时候，我们没有及时的把这种策略转过来，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学生运动的那种方式，坚决不做任何让步，然后不做任何妥协，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忽视了跟其他社会各界的沟通和协作。学生运动就是一种言论的表达，意见的表达。那我们上街也好，我们绝食静坐，只不过是希望政府知道我们希望政府知道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说把我们认为能够代表老百姓的一些呼声，通过这样甚至是很激进的方式表达出来，它不涉及到政治上的那种权谋，不涉及到相互的妥协和退让。可是政治运动，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政治运动需要双方妥协，双方退让。那这一点呢，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说，当时认识的不清楚，因为我们一直到最后政府开枪前一秒钟，我们也没把它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来看。许良英是王丹的良师，忘年之交。王丹说在他身上学到知识分子应有独立的声音，不回避社会政治问题，在有自己职业做基础上不放弃对社会关怀。他今天走这条路跟许良英是分不开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 有机会说话一个说啊，有什么权利要去争啊，这样子呢就大家呢这个要敢挺直啊，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要去争取。那么首先权利就是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种东西要喊，他专门其他不跟你，他有机会就喊要叫。中国民族本身是个长期的事情啊，不能够一个短期的，所以呢提着口号啊，应该呢能够有考虑它的可行性，就可不可以做到。会做到的我们会做不到的，硬做不到的东西我要不要硬去坚持，硬搞坚持没有好处，这个对我们都不利的啊。所以这个应该多考虑一些问题，对中国情况主观的客观情况都应该全面了解。无论学生怎样去反省啊，讨论去总结经验教训啊，最后我们仍然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可以担起这个担子。我们可以说学生有错误，但是政府是有罪恶，这个是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的。太阳爬上来，我两眼又睁开，我看看天，我看看地。这过去十年每一年都有记者曾经问过我问题，说如果沃尔凯西再给你机会再来一次，你会不会再做。刚出来的时候的回答非常坚定，非常果断，说会，还会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十年过去以后就没那么果断了，就会非常犹豫了。今天是邓丽君的逝世的纪念日，我是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成长在斗争环境之中的大陆的年轻人，像我们这一代人，只会好勇斗狠，没有一种所谓温情的东西，真的可以用狼骸来形容。然而，邓丽君的歌慢慢的让我们重新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温情，教会了。走正门，一二，走正门。八九年四月二十二号，北京有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面，要求同领导人对话，其中之一是吴以开希。多党政治是第一条，然后新闻自由是第二条，这两条，包括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我们提出来所谓跟政府的对话、公开平等直接对话，也都是这么一个思路。